今天去我3年前的白月光家取裤子。你走道儿屁股别扭扭的呗，怪骚的，瞅着。你有病吧？起来！干啥呀？我开门呢。你在外边等着。干啥呀？屋里啥人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等着。给呢？给。完了，就白洗，你再给我洗一下，又埋汰了。你故意的吧？不是你给我，没等我手伸出来你就松手了，什么玩意儿？我故意的。你拿家洗吧，你自己。我家洗不了。你家没有洗衣机呀？洗衣机坏了。你快点儿的，着急上班呢。上班啊？你拿着。你这个班真不希望你再上下去。我的能力有限，我愿意把我的都给你，我只希望留下你的真心。你今天休息呗，我给你转1800，完你把裤子给我洗了行吗？快点的，我钱我都转完了，你洗一下。对啊。